丁氏先生，请暂时休息一下。即使在这种情况，您或许没自觉，但脸色相当差呢。我不建议您今日先行回去。又那个闪，又闪蓝了，有种耳朵被什么堵塞的感觉，气氛很沉重。这样子。问号，是不是有东西？出来面对。那你，我怎么又回来了？所以我其实往下走就好了，我还绕了那么一大圈。我的。哎呀，这个速度好快啊，好快！可以走出房间吗？试试看。正当走出来了，我还以为我会被从后面来耶，太猛了。哦喽，你是不是有看过这个啊？哎呀，被打到一下，被打到一下。是不是有看过别人玩啊？真怀疑哦。是。居然是要走出房间啊，完全没有预料到啊，难怪我会一直被真，难怪他速度超级不科学的，他完全是比我还要快的程度。哎，最糟糕的梦。我是什么时候睡着的？虽然的确相当累了，这就是第一章说过的吧，怪异会趁人疲劳时入侵别人的梦境之类的。我又再次拯救了镜子，你不用回首，我看到了，我已经看到了哟。这次又是尖叫声，然后又是从这个方向传来的，到底该不会又是那个房间吧？哎，不是呢，不过它烧起来了。往回走。哎，灯变红了。哎，哎，哎，三哥是怎样？啊，这什么鬼？三哥是什么鬼？角度不对，再见。不过这个速度还可以，死了一个。啊啊！弹枪，弹枪，弹枪！啊！弹枪，弹枪！再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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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！死一个，再死一个。这个简单多了，虽然一次三个，不过比刚刚那个好懂多了。啊，给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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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要回到那个地方，是不是？还真的是哎，轮回哦。我又醒了，我的眼睛又回来了。至今为止的全都是梦吗？眼睛不见了，呼，似乎不是。你要走去哪里？让我存档。啊啊！你做什么？
这次才是现实，这次才是现实。我走路超级慢，冰室你是不是累了？是昏倒了，冰室昏倒了，冰室，你怎么昏倒就出现在一个奇怪的地方了？还不给存档？多哥大哥哥，还一点东西都没有，真的假的啊？这不科学啊！这一定不可能，这会这样子的啦、啊！这一定会有吓人场景啊 ！What the？感叹号！感叹号！我不能走，哪里的？啊！啊！我怎么卡到这种地方来了？哇！美琴同学，冰室先生，为什么是这个粉红色的光？好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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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刺眼！噔噔噔噔噔，冰室眼睛又回来了，我的身体。你的身体怎么了？你的身体有没事？这双手的温度是温度是你如果死掉的话，我们会很困扰的。毕竟世界还没结束啊。还没结束啊！怪异症候群最终日，果然不给存档就是有重要的剧情或是要打 boss。各位都到齐了呢，看来冰室先生也终于也恢复精神了，那比什么都好。那么这次的大规模怪异事件《怪异症候群之二》。差不多到尾声了吧？啊，今天就是结束了。雾布天域特有的两面树摊，幸亏那个元凶被毁灭了，沉淀在举川市的怪异也开始向外排出了。到此为止，都是我们的预想结果，预定是就此终结了。这么说来，那家伙留下了不得了的土产。是的，就是这样。他在临死时把树炭作为媒介，将诅咒留了下来。受到那个影响，菊川市中心半径50km 累积的邪恶的能量，这一周之内便会引发大灾害吧？那是你负责的事，总会有什么解决对策吧？封禁衙门就好了，把前往充满怪异沉淀的中心点到那里去压制住邪气的流动。光用口头说是很简单，却是非常棘手的工作。中川有地图吗？冰室先生，你还有其他药物在身。事实上，吉川是因为累积的邪恶能量的缘故，造成了稍微不寻常的事态。在菊川市西地区的二次开发地确认到了空间扭曲，似乎冒出了奇怪的生命反应。那是蛇。说的也是呢，一言蔽之就是，那不是人类，也不是怪异，更不是妖怪，而是这来自次元裂缝的某个东西。喂，中川，刚重病治好就别再居家怪我。无妨，由我去。谢谢你。
那么我们三人各自前往上场领域，彻底做好大灾害的预防措施吧。那么各位，敬祝五运昌隆。哎，先生，所以说为什么美琴同学握一下你的手你就好了？你要不要说？你要不要解释一下？你怎么不解释啊？我之前就想过了，还真是了不起的情报王呢。那是蛇从时空扭曲中涌出的虫子，到底是怎么调查到的？虫洞吗？真是讽刺的说法呢。就那样滥用它没关系吗？我相信他的，真有自信啊。HM 的干部中川良助先生，你是 HM 哦，先生。那也是 AGM 啦，是高木先生啊，你还真有胆量啊，真令人无法率直的高兴。就算被 Nectar 的人夸奖 What the 现在是怎样，现在各种 AGM 跟 Nectar 的人都出来了是不是？上一张才刚刚知道，是上一张吗？还是上上一张？来到这一张，反正就是两面树汤那边嘛，知道 HM 跟 Nectar 这两个分布是什么东西存在，然后现在就冒出一个 HM 的干部，一个 Nectar 的干部嘛，并是真的被当工具人耶，真的。听说您的很多事儿目前正在施工中，请多加注意安全。直接进去，但是要找他的电波吗？吧，啊，原来是对要开枪啊，白痴哦！靠，我有点被吓到了。先生，你的血有点厚哦，先生。跳跳怪。阿郎嘞，哎呀，哎呀。刚刚到底是怎么打的？我还是看不太懂。不太妙是怎样？面对现实吧，孩子。不，我不要面对现实，这个现实太可怕了。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东西？这现实不，这不是现实啊！这绝对不是现实啊！这绝对不是我所知道的现实啊！这绝对不是烂东西。邪气弥漫着，就在前面吧。等一下好了，我先去右边看看。感觉不太妙啊，这是什么烂地方啊，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还有一大堆窗关着，我看到东西了呢。我是打那个黄色东西，哎呀，我被打到了。
会出现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有制作。结束。烂地方。这样子没问题吗？中川，你这样做真的没问题吗？你把兵士当成工具人啊，他搞不好等下再一次就要真的要挂，真的要挂掉了。这是什么东西 ？What's this？ 哇、哦！哎呀！打到一下。哦呀！哎呀！打到一下。哎呀，没事，结束喽。蓝光闪了一下，蓝光有点不太妙，是不是又开始被怪异影响了呢？刚刚我们那个昏倒那一边，好像也是闪了一下蓝光。是否有点不太妙呢？好，是举枪的声音。是举枪的声音。这里没东西啊，到底设计这边来干嘛的？好，邪气弥漫着。前进。